你是不是也在找一款能自动剪辑、自动加字幕，甚至帮你生成动画的 AI 工具呢？现在是2025年了 ，AI 工具的能力早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本期呢，我实测了三款 AI 工具 ：Descript、Runway、CapKit AI， 带你一起找到适合你的那款 AI 工具。第一款是 Descript，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文字剪辑。你上传视频后，它会自动识别语音，把音频转成文字稿。你只需要像删文字一样删掉那段内容，它就会自动剪掉对应的视频片段，还能一键加字幕、配音，甚至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来朗读文案。Descript 特别适合做播客、教程、在线课程和知识类内容。第二款是 Runway Gen 2，它可以说是目前最强的 AI 视频生成平台之一。你只需要输入一段文字描述，比如一只机器人在雪地中奔跑，它就能生成完整的3到4秒的视频片段，包含动作、光影和细节，全都是原创生成。除了文字转视频， Runway 还能把静态图片变成动态画面。像这个效果，就是我上传一张人物照片，再输入一段描述后自动生成的动效动画。Runway 特别适合做创意短片、概念视觉、广告动效、实验内容。第三款是 CapCut AI， 来自 TikTok 官方。它的核心并不是全自动生成，而是通过各种 AI 辅助功能让剪辑更高效。比如自动识别字幕，准确率非常高，还可以自由调整样式，一键去除视频背景，尤其是和 Vlog 或人物拍摄。最实用的是它的 AI 文案生成加 AI 配音功能，你只要输入一个主题，比如 CapCut 教学，它就会帮你生成完整的解说文案，结构清晰，逻辑顺畅，还支持中英多语种。接着点击一下就能转成 AI 配音。Feel free to enter your text here and select a voice to try. Hi. 你可以选择男生、女生或者不同语气风格，不需要露脸，也不用自己录音，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段视频的解说部分。CapCut 特别适合短视频创作者提升效率，尤其在字幕、翻译、脚本、配音这几个环节 ，AI 确实能省下不少时间。那么哪款剪辑软件更适合你呢？如果你做教学类、博客、访谈，推荐 Descript。文字剪辑加配音功能非常强大，如果你是创意导演、设计师， Runway 的 AI 生成效果会打开你的想象力。如果你做短视频， CapKit 的 AI 是最适合快速出片的剪辑助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点赞关注我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